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吃一份饺子，然后这两个是顾大嫂的非油炸的面，这个是热风干燥，它是非油炸的，然后只要用热水烫个4分钟就可以吃了。这份的话是红油拌面，这份是炸酱面，它这个。每份里面都是有一包榨菜包，然后这个红油拌面，它还有一根烤肠送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吃了。先来吃一下这个炸酱面。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煮的宽面，感觉泡出来跟煮出来口味差别不是很大。这个炸酱面，它那个酱香味不是很浓，酱比较少，是偏辣的口感。这个还挺辣的。我还是更喜欢吃那种酱多一点的炸酱面。